我们接着上课。阴阳一象大论呢，这个阴阳五行与天地人相应那一段呢，我们刚才我们上节课讲到了这个按那个临证指要部分。临证指要部分呢，我还可以再补充两个个人的那个志愿。也就是说啊，在本段里边所讨论的一些个问题啊，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看来好像他就是泛泛的说嘛，把所有的事情反正他都按五行归类类下来就算了。其实这个类啊，还不是说是随便类的。我们作为医生啊，在临床上还有时候真能见得到这类的东西。所以这个他分类的方法呀，还是也有这个实践根据，不是说把什么时候的归成类就完了，不是这么简单。我现在呢想举两个例子，就是说五生，肝在生为呼，心在生为笑，脾在生为歌，肺在生为哭，肾在生为身，声音的身，就这个五生临床上确有这种现象。那么在用一般的辩证的基础上看到病情的一些什么表现，你还真应该考虑到它是属于哪一脏的问题。我想给各位举两个病例，一个是肝在生为呼的病例，这是本人治疗的病例。那么一位妇女啊，61岁，我看病的年呢是比较早了，是1990年9月5号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门诊部看的。90年的9月5号，那将十多年了。这个女士61岁的妇女什么问题呢？她是多年来每遇阴雨天或者受精神刺激而恼怒，阴天下雨或者生了气了不高兴了，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心烦爱气，心里烦躁打饱嗝，他不是吃饱了那个爱气，他情绪不好的爱气。再有呢，睡眠即做噩梦，高声呼喊，他这种情况下只要睡着了就做噩梦，就高声呼喊，呼喊的声音很大了，家里人也就没法睡觉，因为他半夜三更的呼呼喊叫起来了，挺吓人的。然后他胸中憋闷，白天呢就困倦精神不振，夜里头睡觉做噩梦呼喊，白天那当然就困倦精神不振，因为夜里睡得不好嘛。还有胸中憋闷的现象，大便条，脉象悬硕，舌暗红，苔薄白腻，就是这么一个病人，女儿陪着来看病。看什么病？就看这病，一阴天下雨，一受点情绪不好了，夜里就叫起来，叫的自己也睡不好觉，叫的家里人也别人也不能睡。这是90年9月5号在北京的和平街北口北三环东路那看病，当时辩证是肝胆气郁，因为肝在生为呼嘛，他又一有情绪不好他就郁闷，夜里就呼喊，这不正好是肝胆气郁吗？再加上呢湿邪困阻，还有湿邪困阻，不然的话没人气他，他阴天下雨他也这样，说肝胆气郁还有湿邪困阻，那症候应该是这样的，不单是其情的问题，也还有自然界环境对他的影响，他体内有湿邪困阻了，所以外边环境一潮湿一阴天一下雨，他就使得气机阻滞更严重。鉴于辩证属于肝胆气郁湿邪困阻，所以治疗方法用的是疏泄肝胆，坚化湿浊，像坚着化湿浊，
下边是开个方子，柴胡八克，炒栀子十克，郁金十克，黄芩十二克，丹皮十二克，赤芍十二克，草果十克，厚朴八克，这是燥湿的，槟榔十克，知母十克，石菖蒲十五克，强独活各六克，生甘草六克，开了这样一个方子，五剂，每天吃一副。吃这个药的时候，应该忌辛辣、油腻、生冷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湿邪困阻嘛，再吃油腻、吃生冷，那么湿邪就很难化开啊。所以有湿邪困阻这个症状。再有呢，他本来肝胆就气郁，再吃辛辣，本身这个病人舌质还红，脉还悬硕呢，你再吃辛辣，那更助热。所以要忌口啊，忌辛辣、油腻、生冷。开了这样五副药，等到9月12号，这不9月5号看的病吗？一礼拜来一次，吃了五副药。说什么呢？说是上周六，也就是北京，也就是这个8号，那一年的9月8号，正好吃了三副药了，下雨，又有胸闷，吃三副药之后又赶上下雨，有胸闷，但是症状比较轻，夜里头睡眠也没有呼喊。在看舌质的时候呢，舌质略暗，苔薄白，再以前方加减，又用前方加减，开个什么方子？开个柴芩温胆汤，加了强活、方风、葛根、柴芩温胆汤、陈皮半夏、茯苓甘草，这是用的止窍诸如，用的止窍，止窍诸如，加了这个强活、方风、葛根，又开这么方子，开了六副，吃这六副以后就再也没犯病，就是说再阴天下雨乃至情绪不好，夜里不至于做噩梦就呼喊了，就算治好了。为什么治好了？这个病人以后他又看别的病，看牙疼来过，那过多少天之后，过天之后那个北京的秋季雨也不少的，没有再呼喊。但是我还有别的病例，就是夜里睡觉就叫，一到睡觉了就高声呼叫，也治过这类的其他的病例，都是用疏肝的方法治好的。那么说明什么呢？肝在生微呼，不一定就是生气了高呼属于肝，那个病态的时候呼也应该考虑是肝的问题。再有一个病例啊，是再生为歌的问题，这不是咱们这个讲了脾吗？脾再生为歌吗？就是唱歌。我那天咱们课堂上也说了，说大家这个学习一天很劳累，工作一天很劳累，思考了怕伤脾了，那么下班之后下课之后唱唱歌，咱们不为练嗓子，咱们为舒脾气还是可以的嘛。脾再生为歌呀，行脾，免得思伤脾吧，可以。但是那天我也说了，讲课当中提到了，如果说有事没事都唱歌，那恐怕就是问题了。坐着坐着听课呢，好，人家大家听挺好的，有人在后边哼哼的唱起来了，这不是问题吗？大家也看过这种人吧，穿的披头散发，衣服也不知道穿好，走着哼哼的唱，高声的唱，不管有人没人全唱起来，那是问题。当然就唱歌这一项来说，问题在哪儿？问题是在脾。当然如果真的是精神病了，他有的时候不单是唱歌，还有些其他的问题，那应该考虑到在哪一脏。但是就唱歌这项来说，它真是在脾。
我举这样一个病例，有一个17岁的女孩子，那么诊断清楚了，就是青春期的这个精神分裂。除了其他一些症状之外，很有一个特点的症状，就是不理人，门也关上，窗也关上，这倒像阳明有热的现象，就像阳明胃经有热的现象，庇护塞忧而处嘛，把窗户门都堵上，自己待着，待着还不算，高声唱，低声唱，反正就是不停的唱歌。当然还有一些个其他的方面的症状，比如说见到异性就有兴趣，是吧？青春期嘛，还有些幻触，有些幻听。我按一般的方法给他治，比如说清热呀、化痰呐，一般的方法给他治。治了呢，有点效，效果不太好，吃了一礼拜的药，效果不太好，又来复诊。又来复诊呢，这姑娘自己说，说我老想唱歌。哎，这回提醒了，因为我在看病当初的时候，治他青春期精神分裂就开一般的方子，清热化痰等等的，有一效不是太理想，而且这病人自己说了老想唱歌，本来就知道这项，妈妈讲过，妈妈附这个叙述病情时候介绍过，但是呢，我在看病的时候没留意。第二次再诊，这病人小孩自己告诉我了。老想唱歌，好，老想唱歌提醒我了。在这个孩子的脉象，舌头也还是偏热的，舌质偏红，脉旋的，偏硕的，那还是有热吗？老想唱歌是什么问题？脾在升为歌吗？所以这时候应该清清脾热就好了嘛。所以在原来那个方的基础上，加了这个蟹黄散。方风、石膏、栀子、火香这几个药往上一加，再过一礼拜开了六副药，我让他一礼拜吃六副药，休息一天吧。反正不像西药那样必须一天吃几次，一次不许落，中药休一天也没关系，让他吃六副药，下礼拜再来看病。还想唱歌吗？不想唱歌了。哎，就用那个方法慢慢慢慢调，调了几个月，这个青春期精神分裂小孩子已经一年了，到我接手看的时候，那么看了几个月，人家恢复了，停学一年之后又上学了。那么我在这儿不是讲别的问题，就是讲再生为歌，他就是要想唱歌，你不给用清脾热的药，他这歌就不停，加上这个清脾热的蟹黄散，泄泄这脾热，下次下礼拜再来看病就不想唱歌了，这个症状先解除了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。所以啊，我在读书时候一样啊，跟各位是一样，上学的时候都是这感觉。反正《内经》是这么说的嘛，他说再生为歌，再生为笑，再生为哭，那就这么说。想不到他还真能用，因为没有实践嘛。通过临床一看，这些东西它都不是平白无故的，就是为了分类而分类，它是有实践根据的，既有理论，这个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在这儿呢又补充这样两个小病例啊，来说明啊，这个理论呢，它在临床上还是经常要遇得到。如果你没这个印象，或者说没学过这一条，在临床想不到这一条，病人想唱歌，你想唱就想唱歌吧，他想哭呢，那病人还有的想哭，对不对？那医生很可能就这么简单的看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学过内经之后呢，还应该除了要记住它之外，在临床上才能用啊，不记住临床怎么知道用啊？当然这一段我没要求各位背，我说这些基本东西在中医基础理论里边已经学过，不需要背也是记得住的。下边我们讲39页的，也就是阴阳应象大论的第五段，这一段可以给他一个题目，或者这个提要一下，是阴阳亢盛为害，有阴亢盛有阳亢盛嘛，所以说阴阳亢盛为害，
即调摄阴阳养生，也就阴阳为病，以及调摄阴阳来养生保健，阴阳亢盛为害，即调摄阴阳养生。下边我读一遍。帝曰：法阴阳奈何？岐伯曰：阳盛则身热，腠理开，喘促谓之腹痒，汗不出而热，齿干以烦闷。这个冤呢，在这应该读作闷。齿干以烦闷，腹满死，耐冬不耐夏。阴盛则身寒，汗出身长清，朔利而寒，寒作厥，厥则腹满死，耐夏不耐冬。此阴阳更盛之变，病之形态也。这个能字就不能读成病能，而是变成形能，而是形态，就是这个态。繁体字的态不是这么写的吗？是能字下边加个心嘛。所以啊，病之形态也，也就是这个态，原来是这个态的吗？加个心字通用，现在我们讲话了，这个态。此阴阳更盛之变，病之形态也。帝曰：调此二者奈何？岐伯曰：能知七损八益，则二者可调；不知用此，则早衰之节也。年四十而阴气自半，起居衰矣；年五十，体重不聪明矣；年六十，阴痿气大衰，九窍不利，下虚上实，涕气俱出矣。故曰：知之则强，不知则老。故同出而明异耳。智者察同，欲者察异。欲者不足，智者有余。有余则耳目聪明，身体尽强。轻强，身体轻强。老者复壮，壮者益智。是以圣人无为之事，乐恬淡之能，从欲快至于虚无之手，故寿命无穷与天地中，此圣人之至身也。下边串讲，法阴阳奈何？法是效法、取法、仿效，仿效着自然界的阴阳规律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看病呢？我们要怎么样养生呢？法阴阳，取法于阴阳，效法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。岐伯回答说：阳盛则身热。这是一下子讲到病理去了。在病理上，阳盛则身热，阳主热吗？阳气盛就可以使身热，腠理闭。那么看来这个阳邪亢盛是指的胃气失常，胃气的功能有肥腠理撕开合的作用吗？胃气有撕开合的作用，因为它不能够正常撕开合，所以出现腠理闭，汗孔不能开了，不能正常的开合了。闭塞不能开合，那么越发的要热，胃气郁在里头了，不能散出去了，所以更要发热。因此说阳盛则身热，胃气郁而不能散，腠理闭塞不能汗出，所以就身发热。上焦之气不通，胃气开发于上焦，上焦之气不通，肺气失于宣降，肺气失于宣降，上焦之气不通，所以出现喘促为之腹痒。那个三个露字的粗，就是这个粗，呼吸气粗，喘促为之腹痒，就呼吸喘促啊，气喘，呼吸声粗。腹痒就前腹后痒嘛，就形容这个喘息的症状，
气喘的这种现象，那是由于阳热之气亢盛于内，不能散越于外，使得上焦之气不通，肺湿宣降而出现的发热无汗气喘。下边又说汗不出而热，本来腠理闭自然就汗不出，腠理闭所以汗不出，越汗不出，胃气越闭郁在内，因此更要发热，汗不出而热。这个热的热盛之后就要消耗阴呐、啊，热盛之后就要消耗阴，所以阴伤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出现齿干，牙齿都干了。牙齿可是我们都知道是肾所主的，齿为骨之余，肾主骨嘛。所以齿干了，说明这个邪气已经内传，已经消耗了真阴了，所以病比较重，齿干，以烦闷。这个闷字啊，在内经里头啊，几个字是通用的。实际上这不应该有点儿，但是传写来传写去的呢，把这闷字都加上点儿了。那就成冤了，说齿干已翻冤了。这都是闷，这个也是闷，跟这意思都一样，有时候满字底加个心也是闷，但内经写法说经常的把这心字去掉，写的就是满。因此这个满有的时候实际上是闷，那你就看了这就是满的意思，这就是闷的意思，那就看行文当中的具体情况了。所以齿干伤了肾阴了，以烦闷就使得气机不能通畅了。就是阳热之气扰乱心神了，所以导致精神一些症状，心烦满闷。还有再进一步出现腹满，再有上边的这些症状，发热齿干翻闷汗不出，这一派的实弱之下，再出现个腹满，这就是危重之症了。所以说腹满死，这为什么说腹满是危重之症呢？因为腹满就标志着气机升降失调了，特别是脾在中焦，脾胃在中焦，是气机升降的一个转输。一个枢纽，脾胃在中焦，是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。腹满了，说明脾胃的功能不好了，失调了，说明气机升降出入都不通畅了。不论什么病，整体的气机升降出入都失调了，这个病是很难的痊愈了。这是一种解释。再一种解释呢，说腹满，说是脾气虚了，脾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不足了，所以说是严重了。两种解释。不过我的看法呢，在我自己认为第一种解释好像更符合实际一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实热症嘛，很快就腹满了，那一下子气血津液就不足了，就要死了，就危重了。不见得是由于气血津液不足的问题，恐怕还主要的是由于气机升降失调了。脾胃在中焦，气机转输之处，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不能正常的，因此出现腹，因此呢病就严重了。腹满只是标志着脾胃的升降气机转输的这个功能失调。所以说腹满死，耐冬不耐夏，
奈，对了，这个能字又不念能了，又读成奈了，就是这个奈，音译都相同，不是能攻不能下，就是忍耐的耐，耐受的耐。因为这个病人呢是阳热之气过盛的病人的话，他可以耐冬不耐夏，因为自然界的到冬天的话阴气盛，人体阳热之气盛，遇到冬天的阴气盛，那自然界的阴气助长体内的阴气，因此在这个样的情况下阳气过亢的病人，哎，在冬天他还可以耐受，阴气不足了，有自然界阴气助长体内的阴气，尚可以耐受。但是如果遇到夏天，自然界阳气很盛，在助长体内的阳气，那么这个时候病就重了，他就不能够耐受了，所以叫耐冬不耐夏。这个问题就在于人与天地相参嘛，自然界的阴阳之气助长体内的阴阳之气嘛。如果体内是阳热过盛，阴精不足的话，遇到自然界的阴气盛，那么可以助长体内阴气，制约体内的阳气，有这个作用，那么所以这病人尚能维持。反过来，阳热之气过亢的病人遇到自然界的阳气也盛，再助长体内之阳，那岂不是阳气更盛，阴精更衰吗？所以他不能耐受。因此说耐冬不耐夏，这是说的阳热盛的病人。下面反过来是阴盛，而不是阳气阳热之气过盛，而是阴寒之气过盛。这个人的阴寒之气过盛的话，则身寒，阴为寒嘛，阳主热，阴主寒嘛，啊，阳盛则热，阴盛则寒嘛，所以阴盛的病人身盛寒冷，汗出而身常清，由阴气过盛，阳不足。阳气不能为阴之使，不能固护阴精，所以阴寒过盛的人阳气虚，阳气虚才导致汗出，阳气不能保护津液的。前面不讲了吗？啊，阳者阴之使也嘛，阳在外阴之使也嘛，阳气不能在外固护了，所以阴精就要外泄，所以出现汗出。身常清，清就是冷，身体清冷，因为阳虚寒盛的病人摸摸哪儿都冰凉，体温都低。朔立而寒呢，这个病人还抖颤抖，立就是颤抖嘛，冷得哆嗦，俗话说冷得哆嗦。朔立而寒，寒则厥，寒冷的出现厥，厥这是指的肢冷，四肢冷，手脚发凉，这个冷就是比一般冷的厉害，厥啊，冰凉冰凉的了啊，四肢厥冷，也是反映出来阳气大虚。厥则腹满，如果阳气大虚出现腹满的症状，腹满症状出现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机理，脾胃气机阻滞了，导致升降出入失调了，全身升降出入一失调，这个病本来就已经不轻了，所以到死就危重了，出现腹满的症状就危重了。因此说腹满死，其实在内经里头啊，不单是腹满反映出了疾病危重，特别是一些个病情比较长的危重病人，出现腹满，有时候出现大小便不通，大小便不通其实也反映脾，也反映肾，对不对？肾四二便嘛，脾呢不能运化，也指大小便不正常，所以出现腹满再出现大小便不通的话，那么在内经理论看来，这病情都是已经危重了，涉及到脾肾两脏，先后天之本。那当然本篇只提到腹满，没说大小便的问题，但是说到腹满病情就危重了，他是耐夏不耐冬，和刚才所说的阳盛则热是正好相反嘛，对不对？这是阴盛啊，所以夏天尚可以耐受，由于阴寒之气过盛，到夏天自然界阳气盛，助长体内的阳气，所以呢尚可以耐受，
一天再到冬天，本身体内阴寒就盛，再加上自然界阴寒之气助长体内的阴寒之气了，就不能够耐受了，耐冬耐夏不耐冬。此阴阳更盛之变，阴阳有互有胜负，阳盛则热，阴盛则寒，更替胜负嘛。当然不一定是在一个人身上，是吧？这个今年是阳热之盛亢盛，到明年就是阴寒亢盛，这是不是这个问题？龙总说阴和阳都有更盛，都可以盛，都可以虚，所以阴阳更盛之变就是病变，阴阳更盛出现的一些病变的现象。病之形态也，表现在外的形态也就是症状啊，阳盛则身热，奏履痹，喘粗为之浮痒，汗不出而热，齿干以烦闷，腹满死，这是症状。阴盛则身寒，数里而寒啊，汗出身长心，数里而寒，寒则厥，厥则腹满死，耐夏不耐冬，这些都是症状，或者说都是形态，病之形态。下边这个谈了阴盛啊、阳盛的病变的一些主要特征之外，下面联系到是养生的问题了，调摄阴阳来养生。所以说调此二者奈何，二者是指的阴阳了，怎么样调摄这阴阳呢？阳盛是病，阴盛是病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样调摄它呢？或者调节它呢？调节它不要失常，使它平衡呢，或者使它相对协调呢？岐伯说，能知七损八益，则二者可调。调阴阳的方法多了，对不对？饮食、劳逸、情绪都可以调摄阴阳。但是这里头呢，他只指出来，举例说，能知七损八益，则二者可调。这七损八益啊，在历来的这个内经注家的解释啊，解释的是很多的，咱们教材上也说的这几种解释，在教材理论阐释第二，我们不看，现在不看，只是说解释是很多的。但是呢，自从那个马王堆汉墓帛书出来之后，大家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意见，所谓相对就不绝对的，不是大家都是这样，还有不同意见。多数意见呢，从马王堆出土文字上看到呢，这个七损八益啊，是指的房中术，古代叫做房中。在马王堆出土的这个文，那个帛书里边呢，有七损八益这个提法，所以自从那个马王堆出土文物之后，在内经界对这个看法相对来说比较统一，我刚才说不是绝对，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有这个材料叫七损八益，方中术就是所谓的性保健。他说性生活当中有七种对身体是有害的，七种情况对身体有害，有八种情况对身体是有益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性保健方中术看来在古代也是一个重要的养生方法，也不是现在不重要，现在也应该是很重视的这个问题。所以说能知七损八益，则二者可调。那因为养生的方法，调摄阴阳的方法很多，那么举例来说呢，这个性生活这个调节对人体健康影响是很大的，所以懂得调节怎么样对人体有利，怎么对人体无利，知道这个趋利避害，那么人体阴阳 是调节人体阴阳的很重要的方面啊。所以说能治七损八益，则二者可调，不知用此，则早衰之节也。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不知道七损八益这个道理，而损伤了身体，所以这是早衰之节，这就出现早衰。教材有注释，解是征信征下。
不知用此，那就早衰了，就会出现早衰的现象。或者说叫征信，从征信来讲的话，那就是肯定会出现早衰的现象。不知应辞，则肯定会出现早衰的现象。那么大体来说，人是人，人们的生活是这个，或者说人体的生理规律有从少到壮，从壮到老到衰这样一个规律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呢就可以老化的衰老的晚一些，有的人呢就可以衰老的早。他说一般来说，年四十阴气自半，起居衰矣。这个看来呀是养生不是太好，到四十岁阴精和阳气都已经去掉了一半，阴气阴精阳气自然的消耗了一半，阴气自半，起居衰矣。所以人到四十岁之后，生活起居就不像年轻那样有精神，那样精力充沛。换句话说，有些人感到到40岁之后就知道累了，40岁以前根本就不知道劳累，好像常有这种反应。因为什么？到44岁之后起居衰了吗？五八四十，到了五八之后正中午太阳偏西了，所谓的，当然那是说养生不当。那么也有人40岁还非常精力充沛的，到40岁起居衰矣。这个起居衰矣啊，是生活起居体力活动，所谓精神，俗话所说精神头不够了，衰了，形体动作也不是太灵便了。再有呢，反映那个性生活也已经要显得弱了，所以起居衰矣。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，到五十岁左右的时候阳气不足了，所以体重，这个体重不是说长胖了体重增加了，而是说由于阳气不足自我感觉身体沉重。不是净听到老人说岁数大了身子重了，他不是说他多长了十公斤，当然也有人年龄大了长胖了，但是更主要的是说年龄大了阳气不足了，阳气不足身体就沉重了，所以体重是说的阳气不足而行动缓慢，行动迟缓不灵便了。体重耳目不聪明于，由于阳气不足了，耳目在于上焦啊，耳目在头上，在上部啊，更需要阳气的充养啊，是不是？清阳出上窍吗？在前面我们讲过的，所以到五十岁之后，阳气越发的跟四十岁相比就更不足了，所以耳目不聪明了。到五十岁啊，眼睛花的人很多，耳朵听觉也不如年轻人那么聪明了。这是阳气衰的一种现象。六十阴痿，气大衰，九窍不利。到六十岁阴气萎了，那个也可以说现在临床上所说的男子的阳痿，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是阴气大衰，因为下边还有个气大衰嘛，就阳气大衰。那这两种理解的阴痿，既可以理解为阴精之气不足，也可以理解为男子的阳痿，性功能减弱，气大衰，阳气大衰了，不是阴气自半，不是减一半，而是大衰了。九窍不利，上七窍下二窍都不通利，而出现下虚上实。下虚比如说小便淋漓不断，淋漓尿得不痛快了，这不老年人常有的现象吗？老年性前列腺肥大现在诊断的，那么小便多不畅快，那中医一般的说这属肾气虚，气化不行了，肾气不足不能够正常气化，所以小便不利不通畅。就上边 T
涕泣欲出，鼻涕眼泪都出来了。夏须臾上实嘛，上面本来是清阳出上窍，结果清阳之气不足，浊阴都出来了，所以涕泣俱出矣。上实就是邪气实呗，涕泣之类那是属于实邪了，在这里看的啊。下虚是指肾虚了，肾虚所以出现了有这个二便失禁呐、或者小便不畅啦、这些现象。故曰知之则强，不知则劳。所以说呀，知道调摄养生的身体就强壮，不知则劳，不懂得养生之道的，特别如果按本段文义上说，不知七损八益来调节身体的，都特别容易衰老。知之则强，不知则劳。故同出而名异儿。人呢，虽然是同出，开始都是健康的，不涉及到先天疾病，爹妈生下的这小孩都是很健康的，少年时候也还不错，那是同出，同处于健康，同处于阴阳相对协调的状态，同出而名异儿。但是到后来，由于有人懂得养生，有人不懂得养生，所以才有强弱与衰老、强壮与衰老之意啊。所以说同出，同出本来阴阳协调，大家都一样，但是到后来有的懂得养生的身体强壮，不懂得养生的身体就衰弱，那就差异，有强壮与衰弱的差异了。同出而名异儿。智者差同，愚者差异啊。智者同样是指的智慧高的人，具体讲是在这里是说的懂得养生之道而知道养生的人。差同就是注意，察就注意，同在相同，也就是在健康的时候就注意审查，就很注意的健康的保养，很注意调摄阴阳。智者察同，在相同的时候，在健康的时候，在阴阳比较协，在阴阳还相对协调的时候，就自己注意了，知道养生了，叫做察。智者察同，愚者察异。这不懂得养生之道人，当有病了，异就病了，和同相反嘛，出现了差异了，出现了病态了，哦，才知道，才看到，哎呦，这回有病了，知道有病了。智者察同，愚者察异。当有病了，你才知道有病了，已经晚了。当然不是说有病了就不治，相对来说，那还是健康时候注意养生最好，对吧？等当有病了才知道了这个问题，相对来说确实是晚了，真是不够聪明了，聪明的早就知道养生。说智者察同，愚者察异。愚者不足，智者有余，因为不懂得养生的愚者嘛，所以身体是不足的，身体是衰老的，早衰嘛。智者有余，智者是身体强壮，这个有余是气血充足，阴阳协调，身体健壮，所以智者有余。有余则耳目聪明，换句话说，不一定到50岁人都耳目不聪明了，他可以虽然到年龄大了，他仍然可以耳目聪明，身体轻强，到身他的身体也并不是体重耳目不聪明嘛，他对上边那个而言的嘛，虽然年纪老了，但是人智者耳目聪明，身体不重，还挺轻便，还挺强健康。这个轻你看不是体重轻了吧，他说自阳气还比较充足，所以腿脚还挺灵便，他是讲的这个意思，身体轻健。老者负壮，即使是年龄老了，他还可以很强壮。壮者益智，壮年人就更显得健康了，壮者越发的健康，壮者益智，益不越发的意思吗？越发的健康。年龄老的还可以强壮，壮年人呢那就更健康了。是以也可以说所以说嘛，
圣人为无为之事，第一个为是行为，是做。无为是一个词，无为就是虚无的意思，就是心无所更多的思念，也没有更多的劳累，因为没有更多的思念，没有更多的更高的欲望，所以呢他没有很多的劳累来牵扯他，这叫无为。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嘛，那个不为其实也就是无为。当然你在社会上说大家都无为，什么也心无所想，这也不现实。但是不能什么事都在那想，什么事都想，这人健康肯定是不好的。所以在这里从养生这角度考虑，思想不要过多啊，心无所想，心无所虑，没有很多的去追求他去，那叫无为。所以圣人呢，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呢，做什么做的是无为之事，没有太过强烈的追求的事。所以第一个为是行为，也就是做的意思啊，做什么呢？做无为之事，做恬淡之事，做的没有过多的思虑追求那些个事。乐恬淡之能，以恬淡为能事，恬者静也，淡者安也，恬淡就是安静的意思，以安静为能事为快乐，所以叫乐恬淡之能。把自己调适的心情很平静，心情很安静，哎，把这个作为快乐的事，这叫乐恬淡之能。从欲快至于虚无之手，手字叫他有志士，好像应该是语字，可能是语字的穿抄之物。语就是语嘛，藏东西的地方，放东西的叫做语嘛。我们自然界万物在宇宙之中也是那个语嘛。从欲快至于虚无之手，这虚无也是前面所说的无为，心无所以，心无所想，无为，虚无。正是因为他虚无，正于他无为，所以才有从欲快至。欲就欲望，从欲就满足欲望，快至就心情啊，情绪啊，愉快。因为他是无为，他是恬淡，他是虚无，他没有更多的追求，他是，所以呢他很容易从欲，欲望他因为本来欲很少，所以他自然就从欲，他也自然就快至，他的情绪他的情志自然就很愉快，因为他得到满足了。所以他这种是相对的，他是啊虚无和无为作为前提的情况下，这人圣人自然就很容易满足，欲望得到满足了。如果是这个那欲望无度了，那你永远满足不了。要从养生来说，欲望太高对养生绝对不好。所以他说圣人呢，是指的懂养生之道的人，是做那些无为之事，乐恬淡之能。他所以他从欲快至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虚无，情绪很好，故寿命无穷于天地中啊。所以他这个寿命是很长久，为什么呢？他做到这样一点，他阴阳很协调，人的阴阳很协调，所以他寿命无穷。这个无穷当然是指相对而言了，他的寿命很长，于天地中，就像自然界天地一样运转不息，不能停顿，也就是他的寿命和天地一样长寿。这当然是指一种形容，此圣人之至身也。这样的话呢，是圣人养生之道，就是圣人养生之道了。所以啊，这一段呢，它第一个自然段上面讲的是阴阳亢盛为害，阴阳亢盛为害，这里的关键的地方呢，你要懂得为什么阳盛之人耐冬不耐夏，阴盛之人耐夏不耐冬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这必须懂的。关键就是人与天地相参的问题，自然界阳气阴气与人体阴阳阳气阴气阳气相应，自然界的阴阳之气可以助长体内的阴阳之气，就是这个
这必须懂的。那我们临床在看病，在诊断，在治疗，都有一个因人制宜、因时制宜的问题嘛。这是起码是耐冬不耐夏，是个时间问题。下边这一个自然段呢，虽然是说的七损八益，我们说现在看来多半的认为这是讲的房中术、性生性保健。本身性保健就是很重要的。同时呢，也可以从这引申呢，一切调整阴阳。那么所以下边他才有这个为无为之事，乐恬淡之能，从欲快至于虚无之手，这就不单纯是性保健的问题嘛。是各个方面应该注意养生，应该调摄自己的阴阳，千万不要做那个愚者，当有病之后了才知道哎呦有病了，知道害怕了，这就相对来说就不是太聪明了啊。那么作为医生本身应该懂的，医生应该告诉你自己的对象，不单是病人，是吧，向群众宣传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怎么样调摄阴阳，怎么样保持阴阳的平衡，不要让它受到过分的损伤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这一节的串讲呢，我们就讲到这儿。下边的那个是40页理论阐释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讲的症候的阴阳划分和伏满的病机问题。刚才我谈到了伏满的病机问题，关键在于气机的升降问题。七损第二个问题是七损八益。七损八益呢，咱们引了很多的注家，我说了很多的注家见解不一致，大家不一定钻研它啊。但是目前比较相对一致的看法呢，还是讲的是性保健的问题。性保健的问题，七损八益，咱们教材也没有全部引了，哪七损哪八益，但是资料容易找到啊。好吧，现在下课。